知道是谁投机取巧，不听劝告，而我只潜心创造，确保登场闪耀，行动前明确目标，换最佳面貌，这策略经得起推敲，机会不会等待谁，完全准备好，去珍惜每分每秒。我骗了你的微笑，你放走我的狼，当潮水涌向江北，我开辟一个土壤，思念你没有退让，因为生来倔强，势不可挡，直到属于我的主场。算我求求你们，帮我保住自由旗，帮自由旗想想办法吧。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看我干嘛？走啊！我不就是想租厂房吗？你给过我机会吗？我爸爸已经不在了，我什么都没有。我们的合同就算今天您不签也没有关系，在公司并购中，如果并购一方愿意给出高于被并购一方市场价很高的估值，原因只有一个。什么？陷阱。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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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唐，徐思呢？非常高兴和大家共同相聚在富晨荣集团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的发布会现场，我是主持人帅杰，欢迎各位。如果您还在考虑的话，那我先去忙了。等一下，徐总。今天我们满怀热忱，共同庆祝这具有历史性的一刻。历史性的一刻即将开启，我们一起来倒数。
思啊？非要回上海吗？我相信啊，你这个人啊，在哪个赛道你都会成功的。那就后会有期了。有事找我啊。到上海了，明天上午十点，自由起。徐四在门口等了很久，我觉得你可以见一下吧。把腾越的地卖给他们，确实可以缓解我们自由气集团的资金压力。年轻的投资人太心急，还没到这一步。怎么样？什么收获？见着没？什么意思啊？30年不变款式和技术的鞋厂，要是还没被淘汰，那就是时代的悲哀。说，咱们来找老姜多少回了，就是见不着，没招。见不到老姜，咱就拿不下自由气集团下腾越的这块地。你说老姜为啥不见你？不还是舍不得卖他白手起家的腾越吗？江其胜跟他女儿感情怎么样？那自然没话说了。老姜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再娶，第一呢，是和他已经过世的妻子感情比较深，但最重要的就是，怕自己的宝贝女儿受委屈呗。怎么着？见不到老姜，想和他宝贝女儿聊一聊？也不是不行。给昨天那个人打个电话。江小姐。怎么了？我爸张那新助理也太不靠谱了。江董的新助理，啊，还没找到合适的呢。
江小姐，你有？你好，你要的花啊？对，多少钱？六百。多少？六百。好。货呢？啊，我去拿去啊。哎，好嘞，快点，快点。看一下。得了，慢走啊。哎呦呦，对不住姑娘，可冲着你了吧？哦，没事。那我给你擦擦鞋吧，来。啊，没事没事没事。那我给你擦擦。没事，奶奶，真没事真没事，您忙您忙啊，您忙。我给你。啊。抱歉啊，姑娘。你说你让我怎么办？你摔哪儿不好啊？你怎么窜？哎，我也不想啊。那你说怎么办？我这明天就要开张了呀。要不你再拖延我几天？我拖延你几天？我房租怎么办啊？仿佛是有怦然心动。大家在哪边啊？不经意你的指尖拨乱我呼吸。三行诗句。哎，唐总，唐总，在那儿呢。你多想梦来涌入我心海，一起发痴呆，有星星掉下来，影子都好可爱，什么来谢谢啊。来晚了，迟到今天路上有点堵车。画的不错，不愧是我们安娜达的设计师。唐总，您怎么也来了？唐总亲自来恭喜你啊！你在全国那么多优秀的设计师中脱颖而出，代表中国去参加圣洛朗设计大赛。朝阳，你不只是我们设计部的朝阳，也是我们整个安娜达的新锐啊。哪里？
幸不如命。恭喜你。谢谢。30周年庆典，原来今天是自由旗成立30周年啊，怎么跑到旗下的腾越来搞活动了？事出反常必有妖。妖？什么妖啊？你去查一下江启胜这几年在外面做了哪些投资。现在？不然呢？哎，那我去查你干嘛去啊？我还有别的事。接啊！你跟我打电话还能有什么事儿？我这个月是不会再给你钱了啊！我不是问你要钱，我给你赚钱。那我给你接了一个大商务，出场费10万元。谁给你这个权利？又私下给我接广告了？我是你妈，我怎么没有权利啊？哎，你抖音上、微博上那么多粉丝，谁帮你维护的？你广告接得过来吗？我不会去的。反正我已经收了一大半的钱，按照合同呢，如果你不去要赔全款的，去吧去吧，来不及了，要赔全款的。把地址和流程发给我。 OK。 哎呦，我来不及了，快点快去了啊。家门，中国鞋，中国造，中国人穿中国鞋，这句广告词想必大家小时候都听过吧？对，就是我身后的这家上世纪20年代创建的鞋牌腾越。只可惜它的远大志向还没实现，就在90年代变成自由旗集团旗下的子品牌，做代加工，一路萧条。谁想到自由旗会在洋品牌关中国工厂的今天，选择在沉寂的腾越里突然搞这么大的一波营销？喂，妈，你怎么给我接自由旗的活儿？哎呀，什么自由旗啊，是腾越，都一样啊。哎呦，有什么关系啦？反正你呀，接商务站台是不露脸的啊。哎，快点快点进去了。囡囡，我跟你说啊，你再不进去，妈妈要赔钱的啊。哎，哦，好了好了，我有事啊，不跟你多说了啊，拜拜。喂。我们的脚杯又高又宽，和老外的不一样。那腾越的鞋子呢，就是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脚型设计的。这样子呢，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采集脚型数据，改良鞋楦，这样子呢，才能让我们的鞋子品质和舒适度都保证在一个水平上。OK， 背完了。这鞋子帆布这么粗，鞋底这么薄，款式还这么老。
如果不在我直播间卖，根本就卖不出去。嗯，是啊。哦，对了，今天刷单别忘了，就这品相，一分钟20000双还是有点压力的。你们要刷单？谁啊？自由棋推来助播的画手，就是现场在鞋子上画画的。哦，你上来。你就是微博粉丝200000的朝阳大人，你跟他对一下流程吧。嗯，好。你们没有跟我说过今晚的直播要现场卖货，我从来不接卖货的直播，而且你们还要刷单，这是欺骗消费者。你哪来的小白？故意找茬吧？对不起，我不接受这种弄虚作假的直播。我有我直播的规则，你是在质疑我吗？再说了，主播不应该戴面具，到时候观众是看我手里的产品，还是看你脸上的面具啊？合作不能任意更改指定方案，我不管他戴没戴面具，你们俩必须给我一起直播。既然接了自由棋的商务，就应该一切为品牌考虑。你这么傲慢的甲方，我倒是第一次遇到。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给我正常直播，或者走人。今天来的50个网红里，我是唯一一个头部吧。江小姐，你可知道如果我走了，对直播效果和销量的影响是什么？你现在还找得到别人吗？不知道，因为根本不重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不能被替代的。咱们走着瞧。既然他走了，你也不用再留着。喂喂。抽成超过了10个点，我相信这是你们做梦都想达到的业绩。但是此时此刻，你们心里肯定会在想，不是陶小英那种头部网红没那个机会。那是因为在她走红之前，她抓住了你们错过的机会。今天，我把你们曾经错过的机会放在你们面前。谁抓住了机遇，谁就是下一个陶小英。我为大家准备了4个电商和短视频平台的首页轮播，今天的销冠我送他上热搜第一。出来了，
哎，你知不知道？就你进去这一会儿，网上的数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0个网红同时直播，肯定会在各大平台引起关注。哎，你说那个顶级网红陶小英是怎么回事啊？她罢播都能上热搜第二。哎，哎，等等，你看。喂，什么？哎呀，和顶流的网红主播都撕上热搜了，不愧是在利兹大学读的传媒。但是你说这个自由棋和安奈达怎么一起上热搜了呢？安奈达那个网红设计师真有那么红吗？卡流推荐位，花钱买。这大小姐真够有钱任性的，而且还懂得艳压。她确实挺会算计人。你算计我？从来不露脸站台的网红画手朝阳大人，今天露脸之后立刻上了热搜，微博、抖音号不到半个小时涨了10几万粉。你利用我给你们造势，你早就挖了坑等我踩，对不对？我看了你在圣洛朗大赛的参赛作品《流动的圣经》，你的设计太过疯了，不适合安奈达这两年走的风格。来腾跃当设计师吧。你还真是一点变化都没有，还是那么自以为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从来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我替你考虑过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安奈达很可能会用违反竞业协议开除你。不过没关系，咱俩初中、高中6年同学，我做事的风格你应该很清楚，我向来是说到做到。安奈达给你开多少工资？来腾跃，我给你翻个倍，我可以替你兜底，你考虑一下。兜底？江湖，我真不知道你在狂什么。你的一切不过都是你爸给你的。有个很厉害的爸爸就可以随心所欲破坏别人的人生吗？你在安奈达做了3年的设计师助理，就算这次拿奖了也不可能成为总设计师。这么好的机会放在你面前，你不要吗？我今天的一切都是靠我自己换来的，而你没了你爸什么都不是。心情不会太好啊，心情不好，机会才会好。他今天不就是在一片不被叫好声中创造了个好机会吗？是，走吧。哎，你干嘛去？你先回去吧。不等你了。机会来了。恭喜你啊，看今晚销售额马上就要突破5000万了。也恭喜你，今天晚上微博的粉丝量破1200万了吧。你今天赚的流量是3个月的总和，明天的直播会再创新高。多谢江小姐指教，来为我们的共赢干一杯。今天那个画手眼界不错啊。他不是也看来我们配合的真的很好，真有好朋友的默契。再干一个。我们只是合作的很好，仅此而已。我先过去了，随意。
你可以摘掉他的面具，但是你不应该打他的脸。我们之前见过，这么俗套的开场白，我没空搭理你。那我换种说法，自由旗的千金江湖小姐和网红主播陶小英，今天下午在腾跃的车间唱了一出当红女主播罢播的双簧，上了好几个热搜。真是厉害，演技这么好，有没有兴趣当演员啊？你说点新鲜的。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至少引起你的注意了。你想怎么样吧？把你今晚的时间给我。然后呢？我跳支舞吗？这三个月以来，你一直在找不同的人带你见面。你想干什么呢？你想买腾跃的那块地？没想到江湖小姐了解我，比我了解江湖小姐还早得多。那我们就正式聊聊吧。咱打个赌吧，我赌我爸不会买腾跃。那你的意思是，你愿意带我去见你爸了？赌注呢？我赢了的话，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四千九百九十八，四千九百八，四千九百九，我不接。
哪来的小白？故意找茬吧？你是不懂行吗？到时候观众是看我手里的产品，还是看你脸上的面具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不能被替代的。既然他走了，你也不用再留着。对的，对的，对的，你说的完全对。不过这一次的出场费应该再多一点了吧？啊，我，哎，我女儿，女儿，我跟你说呀，我们又给你接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商务。哎，你什么态度啊你？你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有没有礼貌啊？有情况，让你看。哎，哦，没有，就是呢，我女儿刚刚回来，我正好为这个事情跟她沟通沟通。哦，没问题的，你放心吧。关于我女儿的这些事情呢，对外的所有事情由我妈来决定的。严总，是，这件事情是我的问题，我会负责到底的。但是严总，喂，走，我带你出去逛逛。真漂亮，对吧？王阿姨，你女儿刚找个工作吧？这个是我专门为她准备的鞋子，第一次上班，有好多女生都找我。哎呦呦，建博啊，你可真周到呀！哎呀，谢谢你了，老这样我都不好意思了。走啊！这鞋不好看，慢点。昨日，贵友企集团在旗下子品牌腾越新业公司内举办了盛大的30周年庆典活动，仅4小时，销售额便突破了5000万，当日以8600万的成绩收官。
江小姐。来挺早啊。应该的。走吧。走。你的东西。期待。